陈一星小姐，麻烦收下包裹。哎，来了。为该区种植最广的葡萄品种，早熟且产量大，和赤霞珠比起来，不折中。你就陈星啊？在这儿碰到你啊，那天你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也好留个电话号码啊，我这两天四处找你。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我没认错，就是你。那天我们本来要送你回家，后来我们绕来绕去绕到一个废纸厂，然后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。说认错就是认错了，你还废什么话。没你的事，上你的课。陈一星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们还拉了一酒鬼，他喝醉了，一直在后座睡觉。没看见我们在这上课呢吗？出去！上你的课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因为他们家在城南，我们往城北开。什么也不说。好啦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。那你要不要来我家借宿两天啊？住。谢谢，我自己能来，你们就别管我好不好？你家每天就吃这个呀？嗯，不好吗？爸，您回来了。这是我的同学朱丹科，他来我们家陪我住两天。那天就是你喊的着火了吧？毕振满，还行。明天公司聚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叔叔，周六也要上班？公司的一个小型聚会，没事儿跟一心一起去玩吧。嗯，有酒吗？有酒就行。嗯，为什么爸爸对蛋壳会是这样的态度？虽然是小聚会，也得穿得正式点。你自己随便挑吧。这些都是你的？嗯，爸爸给我买的。你都多大了？你爸给你买的？怎么活？拥有的我都。
2000块钱给我呗。行。哎，我一会儿去拳馆给我弟交学费，你要不要去？嗯，那我得换身衣服。嗯，快点，等我啊。嗯，明天宴会服装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您看需要帮您配饰吗？好的，谢谢你们。我看一下配饰，项链和手镯都是新款的，耳环是复古款的。小姐，您看是哪一对啊？糟了，这对复古耳环是18岁生日时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办啊？嗯。我自己来找吧。朱丹磊，听说最近在学拳击的，啊？学好了功夫找我们报复是吧？我好报复！什么玩意儿？给哥几个买几杯冰冻啤酒去。喝啤酒对肾不好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让你买就赶紧买去。哥，我真没钱了，那就去借。哎，这怎么借啊，哥？大哥，大哥，哟，这位美女是谁呀？放开了，听见没有？姐，今天就跟这帮人滚吧，跟我回去。怎么，姐，你别管啊，刚来就走啊？陪哥几个聊两句。就是。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姐姐，还有个更漂亮的妹妹。妹妹呢？你们想要钱对吗？我们真的没带钱，不过我可以把这个给你。这个是我15岁生日时候爸爸送给我的，值多少钱我不知道，但是买啤酒肯定是够了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，大哥，还给人家吧。你们硬气点行不行啊？你们要钱，肯定是因为生活很困难吧？这个就当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以后请别再欺负朱丹磊了，好吗？谢谢。我们其实不困难，我们有的是钱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不好意思啊，那你把它还给我。让你们走了吗？哎呀，这就想走了。蛋壳，我说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嗯。你要干嘛？别打了！哎，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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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！哎哎，别打了，姐！哎哎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别打了。没事儿，别以为随便挥几拳就能勾到我们家一心。我找你不是为别的，耳环还给你。黄天哥，黄天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认识他？啊，当然了，是我们拳馆的。看够了没？杜山还约咱们唱歌呢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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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朱丹磊，赶紧回去。哎哎。要要要要要要一心切克闹，要一心切克闹，切克闹，要一心切克闹，要一心切克闹。
的切克闹呀，切克闹呀，一心切克闹闹，那那那一心一心的的的的，呜呀呜呜呀呜呜，一心一心的的的，呜呀呜呜。精心为你准备的房间，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吧。这个房间也有999朵你最爱的保加利亚粉玫瑰，每一朵都代表我对你如今的爱和感情。阿里看到的这199个祈求，它代表着我对你许下的199个诺言。只要你触碰一个，我就会帮你实现一个愿望，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麻烦你先把我松开。都愣着干嘛呢？这不是你生日那天戴耳环吗？对啊，差点弄丢了，还是黄恋帮我找回来的呢。小流氓，他找你就是为了还你耳环吗？这首歌是送给一心的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看一场雪，那我希望今天你能看到这场雪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帮我找到耳环。不客气。那我好，我马上要开始了，要不然在这等我一下。好。司令，雪飞，赶紧换衣服去。报告，归队，开始训练。我们今天的科目是分散区域练习。Thank you.
怎么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啊？学费太贵了，我只能交得起一半，然后就得打扫卫生，顶上另一半。没想到你还挺能干。帮帮你嘛，反正等着也挺无聊的。那现在我可以请你吃饭了吧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等了我那么长时间，还帮我打扫卫生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吃啊，快吃，别一会儿凉了，快。你得蘸一下酱。我不要那个酱了。蘸点听话，特别好吃。街也是最有名的，特别好吃。我们这个嘴馋了之后，过来吃两块，随便吃点。这个不顶饱。喝水吗？啊。再给我拿个杯子。好喝吗？嗯。有鱼味吗？嗯。有豆腐味吗？有。要不我再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。远吗？等我一下。幸亏这有个超市，快点吧。陈一新，我都看不见你。走了，讨厌，走了。哎，拿着高鞋多累啊！以后不穿高鞋。嗯。怎么过？拥有的我。
我长大的地方没有海，只有湖，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水面应该是特别安静的那种。等我长大来到这儿，看到海了，我才发现它是那么汹涌，那么张扬。是啊，你看那些沙滩的形状，都是大海塑成的。不过在我们家乡，我们管湖也叫海，叫青海。在青海湖旁边还有好多金色的油菜花，特别漂亮。哎，我给你唱首我们家乡的歌吧。好啊。准备好了吗？你有一个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歌唱在那草原上。你像一只飞舞的彩蝶，从没听到过这样的歌声。它从自然来，飞扬着自由的气息，是我从没有过的自由气息。对，是自由。格伦斯基尔于1855年列席三级酒庄，酒标上的心形图案使这款酒赋予了特殊的意义，有人称它为爱神之酒。这款酒大多用于情侣共同饮用或者表达爱意。请同学们品味一下，谈谈自己的感受。就有浓郁的黑巧克力的味道，然后是柔和的果酱味，入口如丝绒，层次分明，品味悠长，还有一种清新的感觉，好像一朵小雏菊。讲得非常好，还有吗？刚刚我说的只是这款酒表面上的特点，想要从更深层次去体会一款酒，应该结合它背后的故事去品味和思考。迪斯基尔男爵曾经深情地说道，虽然我在为拉菲和拉图两大酒庄酿酒，但是我的心只在格伦斯基尔，所以才将他的心印在了这款酒的酒标上。我想是因为爱这种伟大的力量，才能让他放弃了世界顶级的两大名庄，而守住这个三级的酒庄。一个梦只能放在心底珍藏。一心，你说的真是太好了，我真希望我的爱情也是这个样子的。葡萄园你已经有了，你的梦想已经成功了一半了。可是上哪儿去找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呢？这个得咱们一起努力喽。你还用努力吗？小流氓不是已经盯上你了吗？是黄恋吗？是啊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呢？人家又找耳环，又英雄救美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今晚8点，夜市。耐心，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吗？我今天晚上还有舞蹈课呢，今天是汇报演出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晚上一心要跳天鹅湖的。哦，那一心，你是想今天晚上当天鹅公主呢，还是想……你把它还给我。哦，拿来，我现在就把它砸了。那我就把你的零花钱烧了。我今天非要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
你回来不就为了那点钱吗？我是把你死在这垃圾堆里。我早就死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？到底是什么？给他寄东西的人到底是谁呢？几点啊？九点啊，怎么了？我等会儿七点跟人约了有事。那演完出再去呗。我能请假吗？哎呀，老师，我的脚崴了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演出还有半个小时，还能坚持吗？不行了，只能换闭角了。好吧。闭角是谁啊？是我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我怎么可能让我温柔美丽、可爱大方，并且婀娜多姿的公主单身一人？所以 ，Let's dance。近一点，我的舞蹈可能会征服你啊！你还学过芭蕾舞啊？芭蕾？芭蕾舞？我八岁就开始学芭蕾舞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常年的练习练就了我完美的身材、优雅的气质。你难道没有一点感觉吗？嗯，好吧。那个，你待会儿在台上最好不要碰我，因为我讨厌和别人肢体接触。新公主，这是艺术，艺术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就是让我们克服一切，牺牲一切。但是你是我的公主。OK， 我今天答应你，一定不会弄疼你。还没来啊？对啊，是女孩子吧？哎，我劝你还是回去了吧。女孩子家这么久还没来，我估计她都应该不会来了。
不会的，他肯定是路上耽搁。哎，随便你了。一心，一心，你别跟着我了，真没事儿。这不是没事儿的问题，今天也就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要今天出了事怎么办呀？但是不要紧，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我就是你生命中的守护神，不管在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，我都会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，永远不分开。谢谢你，不过不必了。哎，一心，哎呀，一心，不是，一心，你现在脚都没事了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去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或者是我的那个绝学，那个 hip hop 那个天赋。改天吧。别别。你是，我是杜山家的管家。我知道。杜山呢？女孩怎么能骑摩托车呢？多危险啊！我骑摩托车怎么了？你要离家出走。杜山呢？我要见杜山，我要搬到这儿来住。我们家族在经营酒庄的半个世纪多来，一直要求每一个继承人都要懂礼貌、守规矩。既要有高雅大方的气质，又要有矜持淑女的风范。像你这样的言行，在我们这儿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我怎么了？你不懂礼貌，轻浮高傲，而且你还骑摩托车。我骑摩托车到底怎么了？淑女是绝对不能骑摩托车的。阿婆，现在已经2011年了，再说我也不是淑女。你在酒庄就得守酒庄的规矩，每天早上7:30、中午12点、晚上7点都准时开饭，每一个酒庄的人都不能无故缺席。吃饭是最能看出人教养的地方了。还有，每天早晨必须叠被，必须打扫房间。对了，今天是扫除日，你既然住在这儿，就把这院子都打扫打扫吧。扫除？那我们都做，你做什么？我监督你们呢。岂有此理，哪有这样的管家？这到底谁说了算啊？女人，在这个酒庄里从来都女人说了算。我也是女人啊。杜珊小姐你认识吧？她是这个酒庄的第三代继承人，还有第二代继承人杜丽琪，可是他已经去世了，还有我。我是这个酒庄的创始人，我叫杜碧珍。难道您是杜山的祖母？这个酒庄是我用毕生精力一草一木精心建造起来的，难道我说话不算数吗？算算算算。
先没事吧。啊，你不是不会骑摩托车吗？就不要乱动了。谁说我骑摩托车了？我没骑。那我车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问他呀。我还说呢，好好的，怎么摩托车跑到葡萄园里来了？那我看您是不是想尝试一下新鲜玩意儿？不许跟别人说。Ready? Go. 哎 ，professional， 专业 ，and feeling。Feeling. Okay. Feel that. 1, 2, 3, go.上次的场面太过理性，太过深邃，所以这次主要向你展示一下我动感时尚的一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。哎，阿逸仙。逸仙。你的末日也就是真与美的死，朗朗说的吧？我说这孙孩子也忒不吉利的吧，每天不是生就是死的。你不知道吗？这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14行诗之一，前一句是：只要你回心转意，肯储蓄传后，真与美将双双携你永世齐昌。哇，太浪漫了吧！嗯，原来朗朗是在劝逸仙回心转意呀。嗯。哎，逸仙，你快看，朗朗给你拉的横幅，劝你回心转意呢。我真的也好想劝劝他，让他也回心转意呀。可是逸仙，朗朗好用心的，你要不要跟他说点什么呀？我真没什么可说的。说了他更要纠缠下去了。嗯，可是，哎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逸仙，你拜拜，拜拜。那么死心眼的孩子，谁劝他回来呢？自从上次爽约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上学、上班，当然还有爸爸的宴会。今天的活动很重要，千万别迟到。嗯，有的时候我真想一口就回绝掉，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想找个机会跟他解释一下，甚至想过，昨天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。昨天是我不好，有一些突发的情况。嗯，你好，我叫逸仙，之前你遇到的那个女孩不是完整的我。生活中我还有很多情况你是不了解的，
但是我觉得应该全部都告诉你，你值得我信赖。当然，每次都是理智战胜了冲动，乖乖地回到现实。而他却再也没有联系我了，也许是真的生气了吧。就在我做白日梦的这几天，我们的杜山小公主也没有浪费她的时间，着实给了我们一个超大的惊喜。你们在一起了？